哎，这里有个八爪跑出来了。哇，这只也大哦，这只也大，它自己就跑出来了。我这条鳗鱼，我无话可说，牛逼，成精了这条。你看这里，赶个十九公，搁浅了。哎呦，怎么丢？太小了哈，太小了。有点失误。哎，哎呦，捕到鱼。哇，至少这种鱼很贵，你别看那小小的，二两左右，七八十块钱一斤。啊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真钓！甩稳点，有了有了有了！中，开始！龙鱼呀！龙鱼啊，这只也够可以了，真大！哎，有了，红彪彪！啊，这么厉害，一抓就吃！哎，八爪鱼跑上来了！哎呦，打花了，打花！一走它就在打花。有看到是什么吗？它就尾巴甩了一下，我也没具体没看。哎呦，八爪鱼啊！有有，在在这这个看，黑雕，哇哇，这黑雕有点黄了，漂亮了，哎，哦，没有了，翻了个遍，没货了，来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。这条鳗鱼，不知道上不上秤啊？上秤就是十斤的意思。鲈鱼、真鲷，这个红骨，两只八爪鱼，还有一只黑鲷，几只十九公啊。总体来说不是很多，但重点是今天这个鳗鱼太给力了，太猛了。那这一期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分享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怕它咬我一口，走吧，回家。